老师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杨文烨。今天我要介绍营养素。营养素有七种：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水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。我要和大家认识的营养素是矿物质，该能帮助牙齿和骨骼的健康。有矿物质的食物是盐、体鱼和牛奶。同学们，你们今天有喝牛奶吗？因为牛奶和矿物质有。谢谢。